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体日本国民发布了著名的终战诏书，绝大多数的日本人第一次从广播当中听到了天皇的声音，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此宣告结束。然而此时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的一处日军据点里，气氛却异常诡异。这里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一带构筑的著名军事要塞虎头要塞，即便是听到了天皇的终战诏书，驻扎在虎头要塞里的日本关东军也并不打算投降。此时他们已经和对面的苏联红军交战了整整一周，双方各有伤亡。当苏联红军尝试着向前方的日军喊话，要求对方投降时，却遭到了日本关东军的炮击，于是双方只能继续展开恶战。这虎头战役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了双方最初的设想，驻扎在要塞里的几千日本兵被苏联红军的重炮直接打残，甚至有人将虎头要塞称作是二战最后的终结地。那么苏联红军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拿下虎头要塞的呢？这场战役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血泪铸成的坚固要塞，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者就已经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因此当地的日本殖民政府也开始在中国东北大修防御工事，企图将这里打造成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一处军事据点。由于日军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继续向北推进占领苏联的远东地区，为了配合所谓的北境战略，日军便开始在中国的黑龙江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很快日本殖民政府就将他们贪婪的目光瞄向了今天黑龙江虎林市的虎头镇。日本关东军的工程勘测团发现，虎头镇坐落在乌苏里江沿岸，整体呈现出一个倒 U 型的结构。如果日军在这里修筑一座要塞的话，便可以将沿岸的几支苏联军队的防御工事尽收眼底，而苏联人则很难发现虎头要塞的位置。1934年，日本关东军从东北各地抢征了数万名中国劳工，开始为他们修建虎头要塞。根据幸存者回忆，这些中国劳工每天至少需要工作18个小时，有时候日本士兵还会对他们肆意殴打，克扣他们本就不多的食物。经过几年的修筑，累计有数千名中国劳工死在了虎头要塞的工地上，而日本关东军也踏着中国人民的血泪，收获了一座坚固无比的要塞。根据后来攻占虎头要塞的苏联红军部队统计，整个虎头要塞一共有200多处永备火力点，各处碉堡和工事的墙体厚度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5米，有的碉堡甚至会被分成上中下三层，上层用来放置高射炮，中层用来部署日军常用的山炮，而下层再架上机枪。如此一来，日军便可以在虎头要塞的周围构建起一道密集的火力网。除此之外，日军还安排了武装舰队日夜在虎头要塞旁边的乌苏里江江面上巡弋警戒。虽然后来日本关东军放弃了向北进攻苏联的计划，但为了防止苏联对关东军部队发动偷袭，关东军司令部还是在虎头要塞据点里驻扎了超过8000名日本士兵。而且根据部分被俘的日本士兵交代，当时日本关东军存放在虎头要塞内部的粮食和物资足够10000名日本士兵使用3-4个月之久。很显然，从一开始日军就打算利用虎头要塞与苏联红军进行一场长期的攻坚战。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乌苏里江沿岸下起了滂沱大雨，而苏联红军的大部队也趁着这个时机抵达了虎头要塞的外围。一场残酷的大战一触即发，残酷的要塞攻坚战。8月9日凌晨1:30，苏联红军的第35集团军率先对对面的日军阵地发动了炮击，数万枚炮弹砸在了日军驻扎的山头上，把整个虎头要塞的建筑都炸得摇摇欲坠。在苏联红军的重炮攻击过后，苏联的坦克部队又在第一时间冲了上去，沿岸的几处日军据点和哨所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有效的反击，就被苏联红军给攻克了。到了8月9日下午1点的时候，苏联红军已经打到了虎头要塞附近的山路中。这个时候，要塞里的日本指挥官下令搬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秘密武器，一门40厘米口径的巨大榴弹炮。这门榴弹炮在发射的时候，将周围的几处地区都轰得地动山摇。按照日军的设想，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这座榴弹炮击毁乌苏里江对岸的苏联红军据点。然而，在这次真正的实战当中，这门榴弹炮的准星却突然出现了问题，日军接连开了好几炮，也没有击中任何有价值的目标，反倒是惊天动地的炮声引来了更多的红军部队。但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便是苏联红军引以为傲的 T-34 坦克恐怕也难以招架。于是前线的苏联指挥官决定向附近的空军基地请求支援，既然迟迟无法夺下前方的阵地，那就用轰炸机的炮火彻底将其夷为平地。8月10日，49架伊尔四轰炸机和50架歼击机从乌苏里江对岸的伊曼居应机场腾空而起。随后苏联红军的飞机便开始对虎头要塞展开了长达2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许多关东军士兵被炸得实在受不了，企图冲出工事与苏联红军展开白刃战。可是当他们拼尽全力跑出工事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苏联红军的重炮轰击。在这种双重炮火覆盖打击的局面下，日军所倚仗的大口径榴弹炮很快就变成了废铁。就在这个时候，苏联红军又沿着要塞的烟道和通风口倒入了汽油，随后苏联红军只需要轻轻地点一把火，要塞里的日本兵就被烤得哇哇乱叫，剩余的日军部队更是被打得屁滚尿流，只能向山上的制高点集结撤退。到了8月15日的时候，苏联红军已经攻克了虎头山上的几处主要的日军据点，剩余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只能在军官的带领下躲在山洞里负隅顽抗，还有一些日本兵撤退到了最后一道防线的攻势中，准备继续利用这里的重炮和地形优势来抗击苏联红军。但到了正午时分，苏联红军的阵地上却突然安静了下来，随后许多日本兵都从对面的广播里听到了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可笑的玉碎，最后的炮声，按照苏联红军的设想，对面的日本兵听到了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应该就会向他们投降了。但对面的日本指挥官却是一批死硬派，这些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军官宣称，那些来自天皇的声音都是敌人伪造的迷雾弹。于是剩余的日军只能砸掉收音机和广播，继续拿起武器同苏联红军对抗。8月17日，被困在山洞中的日本军官向手底下的关东军士兵下达了全体玉碎的命令，140多名日军官兵被立刻炸死在了山洞中，其他的日本兵也大多被苏联红军的炮火歼灭。8月18日，苏联红军为了减少伤亡，派遣一名被俘的日本兵前往附近的工事里说降那些还在抵抗的日军，谁知这名日本俘虏却被据点里的日军一刀劈死了。面对着如此凶残的日军部队，苏联红军终于放弃了劝降的想法，开始对前线的日军据点发动最后一轮攻击。8月24日，苏联红军集中了几十门大炮对日军的据点进行了猛烈轰击，此时据点里只剩下了70多个日本兵，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拿起武器就被苏联红军的炮火活活地震死了。面对如此狼狈的局面，这些日军只能退到地下工事里继续修补武器，以图再次发起抵抗。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日军士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面对着必输的战局，很多日本兵都不想再继续打下去了。因此在虎头战役的最后几天里，日军部队的内部也爆发了严重的内讧，这为苏联红军彻底扫平虎头要塞创造了有利条件。8月26日，红军再次集结了30门大炮和1000多名士兵，向躲藏在山洞里的几十名日本兵发动了攻击。此时那些毫无战心的日本兵被苏联红军打得根本不敢冒头，几十分钟过后，前线的苏联红军就将那几十名日本兵给活捉了。随着这次小规模战斗的结束，虎头要塞战役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次战役中，许多苏联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带头冲锋在前，他们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口，为后续的战友部队打开了通道。因此苏联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当今天的人们回看虎头战役的历史时，仍然会被苏联红军那种英勇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虎头战役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战，也值得被更多的人所铭记和传颂。尽管战争的炮火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我们依然能够记起那些为了和平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他们的浩然正气与英勇事迹将会永远与这片土地上的事物凝聚在一起，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不朽功勋。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至6000万人死亡，1.3亿人受伤，合计死伤超过1.9亿人。战争让全世界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更是付出了军民伤亡3000万的代价。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二战中杀伤力最大的10款武器，你知道吗？第10名是战斗机。
提到珍珠港，就不得不提一下日军创造所谓零式神话的零式舰载战斗机。零式战斗机总产量为10449架，为日本二战飞机产量之最，几乎是日本战斗机的代名词。同时，零式战斗机也是日本在二战中的主力战斗机。该机轻便灵活，火力强大，在二战初期性能大大超过了盟国战斗机。它就像游荡在浩瀚太平洋和广阔东亚大陆上空的魔鬼，统治了大半个太平洋的天空。而其之所以起名零式，则是由于该型飞机首飞的1939年是日本纪念2600年第9T34中型坦克。二战中比 T34能打的坦克型号有很多，但 T34毫无疑问是最具性价比的产物。同时，它还拥有装甲自行武器领域中的很多第一。大功率专用柴油机开创了坦克动力装置柴油机化的先河，大口径坦克炮使坦克成为最好的反坦克武器，良好的综合防护性，使中型坦克成为二战中的主流。 T34 于1941年6月22日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首次参战，一战成名。在此后一系列战斗中，德军竟找不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坦克，导致德军在战争前期所倚靠的大量坦克被淘汰，被迫推出更新更重的坦克以应付局面。第八喀秋莎火箭炮，第一种被苏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生产投入使用的自行火箭炮，相较于其他的火炮，这种多轨火箭炮能迅速地将大量的炸药倾泻于目标地，但其准确度较低，且装弹时间较长。它们虽比其他火炮来得脆弱，但价格低廉，易于生产。二战时苏联的多轨火箭炮能迅速地将大量的炸药倾泻于目标地，由沃罗涅日州的共产国际兵工厂组织生产。苏联人把该武器命名为一个女性的爱称喀秋莎，德军则称之为斯大林的管风琴。与传统火炮相比，这种火炮独具特色，炮弹发射时向后喷出明亮的火焰，并发出刺耳的啸叫声，而且发射速度极快，火力威猛无比，在短短的10秒左右便能将80发炮弹倾泻到德军阵地上，打得德军惊慌失措，损失惨重。1942年9月5日，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对德军发动大规模反击。在这次反击作战中，喀秋莎便成为了苏军众多火炮中的大明星，给围城的德军造成重大伤亡。第七，虎式坦克，二战中最著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坦克之一，德国军队所使用的一种重型坦克。虎式坦克从1942年下半年服役起至1945年德国投降为止，一直活跃于战场第一线。虎式重型坦克自身重量达到56吨，使用的迈巴赫12缸发动机，功率700马力。虎式坦克在战争中击毁了大量的敌军坦克，也包括其他火炮，这使它成为所有盟军坦克危险对手。凡是在战斗中能够击毁或击伤虎式坦克致其被遗弃的盟军坦克，人们都会尊称其为驯虎者。第六，喷火战斗机。喷火式战斗机在二战中一直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战机，它是英国第一种采用全金属应力蒙皮和液压驱动收放起落架的战斗机。喷火式以8挺7.7毫米机枪作为主要武器，在著名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力拼劲敌，以劣势兵力最终挫败了德国空军夺取海峡和英格兰南部上空制空权的企图。第五 ，B 二型火箭。1926年3月，美国火箭之父罗伯特·戈达德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虽然这没能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但却在德国受到了高度重视。1944年6月，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火箭专家冯·布劳恩主持完成了举世闻名的 V2 型火箭的设计和生产。 V2 型火箭是单级液体火箭，全长14米，最大射程320千米，飞行时间320秒。在实际战斗中， V2 型火箭屡屡越过英吉利海峡轰炸英国本土，仅伦敦就挨了1050枚。第四，德国 U 型潜艇。德国从一战的教训中得到启示，面对英国强大的舰队，德国的水面舰队远远不是对手，而孤零零的潜艇与护航严密的运输船队对阵，也是富多胜少。所以邓尼茨提出的潜艇集群使用的狼群战术得到了希特勒的大力支持。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狼群战术已十分完善了，并不断在大西洋上击沉盟军的各种船只，而德国的潜艇狼群在美国海岸也打破了原有的记录，曾创造出一个月击沉121艘美军船只的战绩，
丘吉尔在战后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战争中，唯一让我感到恐惧的就是 U 型潜艇的威胁。 U 潜艇的传奇战士为战后潜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无限的空间，也给其他海军兵种带来挥之不去的恐惧。第三，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埃塞克斯级航母可以说是二战中美国海军航母建造技术的集大成者，在对日作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美国人向来都是以 backbone 这个词来形容埃塞克斯，脊椎、支柱、中间、决心。二战中美国海军最强的航空母舰，也是美国海军历来所见数量最多的一级航空母舰，使盟国海军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太平洋的制海权。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首舰埃塞克斯号于1941年4月28日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务公司开工，1942年7月31日下水，1969年6月30日退役。该级共建造了24艘，其中在二战期间建造了17艘，战后建造了7艘，已全部退役。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主尺度为 265.79 米乘 44.99 米，标准排水量27100吨，满载排水量33000吨，舰员编制2750-3450人，动力为四台蒸汽轮机，蒸汽推进，四轴四桨，最大航速33节，续航力20000海里15节，飞行甲板262.13米乘29.26米，最大载机量100-103架。二战后期，共有144艘次遭受鱼雷、炸弹和日本神风自杀飞机的攻击，但没有一艘被击沉。第二 B-29 轰炸机是美国一型四引擎螺旋桨战略轰炸机。B-29 轰炸机命名延续自 B 时期飞行堡垒，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主力战略轰炸机，是二次大战时各国空军中最大型的飞机，也是当时及各种新科技的最先进的武器之一。被称为史上最强的轰炸机，由美国波音公司于1940年开始研制，1943年首飞并服役。1944年6月15日深夜，美军68架 B-29 型超级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悄然飞临日本九州岛上空，向曾为日军提供过大量钢材的八幡钢铁厂投下了首批炸弹，拉开了美军对日战略轰炸的序幕。 B-29 体型庞大，重60吨，能够以560多千米的时速在10000米高空携带4吨炸弹飞行5600千米，最大载弹量10吨。1945年3月9日晚， B-29 对东京进行了著名的大轰炸，造成伤亡之惨重，甚至超过了后来的原子弹爆炸。二战后在美国空军继续服役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朝鲜战争，19个不同的变种型号扮演了多种多样的角色，气象侦察、空中加油和作为超音速飞机研究的实验台，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全部退役。第一，原子弹。二战中杀伤率最高的武器是利用核反应的光热辐射、冲击波和感生放射性造成杀伤和破坏作用，以及造成大面积放射性污染，阻止对方军事行动以达到战略目的的大杀伤力武器，主要包括裂变武器、第一代核武，通常称为原子弹，和聚变武器亦称为氢弹，分为2级及3级式，亦有些还在武器内部放入具有感生放射的氢元素，以增大辐射强度、扩大污染，或加强中子放射以杀伤人员，如中子弹。1945年8月6日，美国用 B-29 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运载20000吨当量原子弹轰炸广岛，直接促使日本投降，使得二战结束，原子弹也成为了战后大国之间最重要的核威慑体系。